Stop. Maybe. Toby.他摸三条退二条，你原本听对倒，你原本听对倒，听退倒，我看他差距就知道完了啊，好可惜。西风二条其实还蛮漂亮的，连西风西风没有线呐，打三条也糊啊，打三条也糊，哇，这盘死，纹死，真的纹死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退路，除非不玩。哎，我就捡别人现成的，好好。西风没有线呐，不好意思，真的。没有，而且更好笑是他碰北风也没有。对啊，北风也没有，在海边。西北上一张就是。哇，西北西部龙。真惨，真可惜，没关系，后面还有。好，所以是门啊一个底而已，再加他们的奖金，哇。还有机会胡那个大的哈，来，马上我们下一场。屁胡一台，总结一台。第五场，你看
十都是有钱人在台上，对，39000小易跟思佳，啊，马屁尔他们呢是12000，加起来51000哦。谁糊了对方，应该基本上就是51000，对，就是51000哦。然后你们最后一场，再小心哦。好，妈妈他们最后一场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小易跟思佳应该也是在场四位的最后一场，谁糊了对方，基本上最后一场啊。好，来开门。马上我们来看思佳的牌，先看马 K 哦。起手牌面还真美，饼子多摸多考张，狠下心来做清一色，抢分晋级，还怕没你份吗？抢了别人的钱，就要再继续往上拼，凑上饼子三眼睛，要守住才有机会赢。姜果然是老的辣，12000也不算多，36条69000，赶紧抢听来钓肥羊喽！看来大家可是对你刮目相看了，这局再发挥抢钱的功力，冠军宝座就稳是你的啦！啊，游戏游戏，好。当自己家了，3900012000，发财，东风，发财。发财，嗯，发财，摇铃，棒，棒，南方，棒，棒，棒嘞。六条，吃。七，九条，忘记你们现在是输了，所以就尽量拼，因为如果黄忠也是他们赢啊，10000。八头，好，哎呦，六饼，哎呦，如果39000的要小心，凑一色或是碰碰胡，有5000块的奖金哦，额外的。想笑，摇摇乐，三饼，40000。